快捡起来，教官说不能浪费粮食，都得吃完。人话听不懂吧？我叫你把它给吃了。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说话，从来没有。演示一试吧。那我得提醒你，任何时候你看到我都得毕恭毕敬。还有，我在你头上淋过豆浆，你当时连屁都不敢放，所以记好了，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你的。这话是你自己说的。哼，是又怎么样，你还是不敢反抗啊，所以我现命令你把它给吃了。李芳，你够了，都是同学干什么呢？易海蓝，你不是也讨厌薛木吗？你干嘛帮他讲话啊？我是不行，但你这次有点过分了。李芳，你以后就别这么对薛木，坐下吧。没请你管这么多。那我们就别管。我们忍一忍就好了。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，你这是纵容恶人。你说谁呢？犯错得用极刑。你在哪儿看到的词儿？什么极刑？你把你的枪给我。这枪后坐力很强的，你会打吗？扳机有什么用？打到靶子上再说吧。下面我宣布一下成绩，李登，超越27环，曾世荣16环，易海蓝86环，齐善22环，韩露恩13环，田晶晶18环，李芳。灵环拖把，宣布100环，教官，你过来，我们需要聊一聊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报？我跟他的学号也没摆在一起啊。安静，教官，你没看错吧？我平时跟我爸学打靶，也只能打86环。这个体能，怎么可能？你要是不服气，大比武赢了他不就得了吗？加油！加油！七连女生列队，第一个准备，开始。地球上的项目也太小儿科了，根本不值得我出手。加油！第二个，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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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44
咱们团最快记录是多少啊？报告团长，咱们团里最快的是我，58秒。来到娃娃，快赶上特种兵了。团长，这丫头厉害得很，之前打靶10发全中，破了咱们团的记录。不错不错，厉害啊！再厉害，也不过是军训。真到了战场，第一个腿软。大比武输了的人，没资格活说，请离我50米远。